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 我的院子里呢有三棵雅卡，中文名字呢是思兰。它们是北美的原生植物，非常强健，容易生长，四季常青，夏天开花，差不多就是七月份左右的样子开花，花茎呢可以长高达2米左右，非常的壮观，是乳白色的，像钟灵的形状，悬垂的，非常的美，非常壮观。它们是我8、9年前呢种下去的，现在呢三葱都长得非常大，这里一葱，这里呢也有一葱，另外一葱呢稍微小一点。今天早上呢，我决定把那一葱最小的那一葱呢挖出来，因为呢，我在花园里有2葱已经足够大了，它们越长越大。就是这个。它之前呢长在这个位置，我花了差不多是40分钟，可能都不止那么长的时间呢，才把它们挖出来，非常惊讶。这葱其实不算大，看一下它的根，这只是根的一小部分，绝大多数的根呢在这里。我都有点不敢相信，直径不超过1米，你看它的冠呢，不超过1米。它下面的球根呢，如此之多，好大的一堆啊！还有若干的新芽打算长出来，看起来呢像是芋头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超过5公斤，我觉着。挖掘的过程呢，相当的辛苦。根本就挖不出来。我最后呢，不得不用这种园艺剪枝的大剪刀呢，先把它的根呢剪断，然后呢才慢慢的挖出来。我希望呢是都挖出来了，但是我不敢保证。这株植物呢，我已经说好了送一个朋友，但是这些根呢有很多的芽眼在上面。假如你在大多地区呢，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我，它们很容易生长。如果你想买一株思兰，你在 nursery 或者 garden center 的话呢，也要几十块钱呢。